要是吧，嗯，我什么药是吧？嗯，你这是干啥？他给他客户了？不知道。我不回家，我下午在这监工呢，清洁机还有那个这个，我的打飞机打那个啥，打那个，对，我那彩，我那个花，我的春天来了，周一就来了。他要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。 打100级，别打100级，能不能那个？之前我就没有，可以说，客户说一万，上不去了，但是就打个大的，摊倒了。两个主要需要打吗？打一个，一个就行了吧？我就打这个，这个主要这个主要号，今天能打出来就打出来。120级。你就打个简单的，打哪个号今天能打出来就打哪个。120级吧。等会儿开始吧。那块儿100万，你要700来吧？700，那有那边100万。
的这种，应该还有吧。刚才你还干嘛？